戒3C、戒零食，孩子坏习惯有救了。他想要看荧幕，我说不是这个时间，我女儿没事做。他用厚纸板做了一个电脑。好厉害啊！周末你只能看4次的半小时，看完每一次的30分钟，你要休息1个小时。哦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。三餐你们都一定要吃一碗饭，三餐后我可以让你们吃。中间多一个桥段，玩电流狙击棒，有过关才有钱。我一个人吃不到这饼干。今天晚间9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